在我们国内呢，算是他是最高的一个音了。而且这个人呢，气质非常的好，最重要是歌声除了好以外，在各个圈内里面做人处事可以堪称一流的一位。哇，最近最了不得啊！听说他要加入这个明星高尔夫队。哎，因为本身呢又善于运动，对，所以我们请他加入，也是给我们这个队上啊，算是一个打打气。对，但最主要是20000块会费还没交。哎，今天啊，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安排许多好听的歌曲呈现给大家。首先带来这首《乐器》，掌声欢迎张雨生，鼓励鼓励。再唱一段思乡情，唱一段思乡情，唱一段唐山谣。这声音不要需要用力就可以把这声音唱得非常的高，共鸣不一样，共鸣不一样，哇，你的共鸣都要头顶上这里，然后说鼻音的共鸣已经很高了，很高了，再往上面冲的话就已经真的到脑门这边来了。像一般我们知道这个在台湾来讲，男生来讲是高音的部分，像费玉清，费玉清高音，他的共鸣点就在鼻音这个地方。对对对，你的共鸣点已经在真的是额头这边了。哇，他们因为他们比较强调声音的优美嘛。对对对对，我们让光讲，观众还不太了解。对对对对，比如说举例一首歌，再唱一段。这样一直往上往上往上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啊，这样等一下就这样比较高到什么地方，好不好？对，像我们刚刚唱那个是，而且我们两个要把搭配一下。哎呦，哦，因为我们俩不唱的话，哦，不能显示它的高到哪里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一样的一个 key 哎。对，从两位，应该可以再高一点吗？只有两个。再唱一段。为什么要给我唱？对不起吧，你给我们拍垮。不是，你先来，我也可以。你不行的话，我再来嘛。不然我唱前面这样。再唱一段思乡情。张医生，你唱一次。思乡情，是要思乡情。思乡情。哎呦，就上去了。这是到哪里了？到拉了，已经一点的拉了啊、哦，一点拉，别给我管了、哦，再高一个点，到2点多好了。再唱一段，不，李万山声音就比较浑厚，还比较低一点，对对对，思乡情。你买出去没了？再唱一段，怎么那么轻松啊？思乡情。哎呦喂，老师都管起我了，听不见了。再唱一段，结果结果结果，爽掉结果。思乡情。王力再唱一段思乡情，你怎么又可以啊？老师，
再唱一段。管音吧，管音吧。现在张雨晨，看看这个，我们两个已经不行了。再唱一段思乡情。是，这是我们的，这个音多高啊！啊，冷掉没咪，两点的咪，两点咪，这是跟的是人家讲那种。我们干脆今天就给破例看看，那你唱到破为止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那直接到 G 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接口令波，两点的收，来，假音出来了。声音有，这是声音有，这是声音有。思乡情。这个连我自己都充血了，真的。他真的是声音哎，他现在他自己都充血，这真的已经到收了，这已经最高了，最高。我可能不要抖啊，老师，不要抖啊，快，过来，不要抖。伸缩好了，好不好？应该是，应该是不行。干脆直接到拉比较快，两点的拉，来，两点的拉。好，老师拜托给哎，这加音吗？好，这可能没懂。再唱一段，哎，思乡情。这其实是半假音的。哦，有点，对，已经是半假音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真的是不容易的。嗯，所以他的高音啊，我们真的要心服口服啊。哎，请假不干的，我想这放眼我们男歌星啊，请假雄关那些。哎，那我想这个一般我们讲说。